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Copilot 那边我就不测给各位看了哈，意思是一样的。那我们现在讲另外一个比较厉害，目前也是免费的，但是因为那个ChatGPT 它，我把画面分享一下，它就是免费可以用之后啊，哦，虽然它这么好心哦，但是它其实是。也是养套杀了啊，就是让你尝尝甜头，这个有多好用，但是呢，你的 quota 只有一点点，所以等一下你用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用没几次就没有了。好，那所以它 GPT-4o 之后呢，它有开发一个新的功能，叫做GPT-S，啊，也就是说这是原版的 GPT，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下，很多人用角色卡训练了很多自己的。专属的、专门某方面去应用的那个 GPS 啊，所以有点像那个浏览器的外挂，或者有点像那个 Apple、Google 的那个 Play 商店这种意思哈、啊。所以你可以在这边点一下，你就会发现这下面会有很多很多很多人家精调过的那个 GPS 哈、啊，那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，比如说宇航员也有哈、啊。或者是老子，老子都不知道死几百年，你现在还可以把他叫出来跟他讲话。那所以我们这边也可以找到那个，好像这个 Mermaid，这个也是心智图的生产的那个其中一个哈，其中一个。然后我们这边我前几天试过了哈，比较推荐的，我们先来用一支。好，这两个比较推荐，Mermaid 是刚刚其中一个。那好，然后另外一个叫 DIAG Dragon，就是那个画图那个 DIAGRANS 哈，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呢，直接搜寻 DIAGRANS，好，那第一个，这个长得像那个流程图的这个就是哈，好，那你就把它打开来。啊，这是一个人家做好的哈，目前是第三名，很前面哈，然后就开始教。好，那所以你现在用的 GPT 就是人家精调过，专门为心智图，为这种心智图啊、流程图所产生的哈。那所以在这里你不用耗费太多的精神跟他说，请你给我什么 Markdown 什么事情，这个都不用讲，你直接讲你要的关键知识。帮我整理。高度学习的摘要，安内的话，好，所以他就会直接帮你做心智图，好，然后你要给他允许，那允许之后他就帮你生哦，他会去调用这个东西，好，这是一个开发套件，好，他调用了之后就会自己跟他交谈你的需求，然后他就会帮你开始生，好，啊，你可以，这是英文对不对？请你改成中文版，或者刚刚就直接讲了，请你用中文版。一样要允许啊。中文版来了啊，好。那所以这次他就直接会在这里帮你申请，那你就可以在这里下载平板，啊，或者是全屏网站就这样。那他不能让你就是下载成那个格式去做修改，那当然你可以在这边要求他看他会不会生给你，让你可以放 PSMan 做修改。好，这个叫做 DIAGRANS，从这个地方进。好，那你第一次用过之后，他就把你放在这边。啊，这个就是你常用的这个 GPS 的仓库。好，那我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。好，这个目前是免费的，但是交谈你扩大就是。好，所以你刚刚问没几次，应该就会跟你说今日上线已到，请你明天几点再试看。
对，等下的策略就是这样子，我什么新功能我都开放给你用，没关系，让你感受一下我 GPT 是 O 的厉害。但是呢，你觉得哇，这真的很好的时候，要再用的时候啊，还得列后台容量，请缴费。它左边不是有一个探索 GPT 的，那里点进去，然后再搜寻那个名称。好，其他它有一堆 GPTs 啊，你有空可以慢慢去试。那我们通常会先找那个使用者有很多人，很多人按赞的那一种，先从那边去试，因为它现在没有任何整合机制。所以那个很少人的可能是有人建立然后自己练习的玩的，所以可能内容不会那么，而且啊，这边使用的东西资料会外泄哦，所以你不要把私密的资料拿去做测试哈。这边的东西它都不保证你的那个私密，除非你买 GPT Team 的版本，它有一个 Pro， 就是每个月$20的那个，然后还会上去有一个 team， 就是工作团队的版本，那个 team 的版本才可以让你拥有隐私权，就是他有承诺你不会把你的东西拿去做训练，但是承诺归承诺，他后面怎么弄我们不知道。对啊，我都已经宣示我行政什么爱相处的，对不对？现在还不知道交500万，交1200万，宣誓有什么用？你不知道啊。啊，所以这个 GPTs 它就是专门作图用的。所以其实你就不用再多加那个什么帮我变成它看格式啊，帮我生成这些都不用，就直接把你要的关系的内容，还记得讲中文版，不然它会生成英文版。可见这个是原来是外国人做的。啊，所以身为老师齁，我们希望校长永远不要来参加这种研习。因为校长就不会知道我们能力变那么好。但能力变好之后你会省下很多时间，就会有很多自己的时间这样。然后他如果校长经过的时候我们就会装忙。但是事实上我们会减轻很多工作负担。不过很不巧，我们的7月到12月的研习有开很多校长的讲座。那所以校长应该会知道这些哈，所以你回学校之后，如果你们校长是很落后的，那你就很庆幸，但是如果你们校长是很用功的，那他就会知道说，现在说 AI 时代你做事这么没有效率，那怎么可以，对不对？好歹你再讲一次，你们校长，你们。对对对对对，那个技术能力越强哈，越要把做人处事给修好，不然你迟早会出事。我有深刻的体验。明天心法会比较多，那工具会沿用今天知道的一些，会稍微再练习一下。那可能会有新的东西。但是我还不确定。反正我们这4天就是工具大概都是这些啦，但是就是让各位用不同的面向去使用，不同的方式去使用，好，让各位一直螺旋向上，好，不是螺旋向下哦。
好，这部分应该都没问题嘛哈。好，那另外一个 mermaid 我们也玩一下。好，把画面切一下。好，这个哈 ，mermind， 好，这是另外一套，这个应该是对岸的人做的。好，那一样就开始教好 mermaid 美人鱼。好，所以好，他这边会提示你的哈，你可以做成这样，好，我们一样，请你帮我整理超速学习的重点，并且帮我生成心智图。对，麦克风跟你讲，两三百块解决你的人生的痛苦。哦，对，该花的要花哈，你看他这里帮你生好。生好的时候，你看下面哦，下面有一个，你可以在 Mermaid Life APP 去查看这个星星，所以你要从这里点进去，它会开另外一个平台，然后把你的资料送过去，好，你看这个东西就会点进来，啊，这个其实就是它的 Mermaid 的那个程式，啊，所以你也可以呢，比如说刚刚 ChatGPT， 你不要用 Markdown 格式，你跟他说给我 Mermaid 格式，那你就把那个程式语言复制贴到这里，这里一样就会产生，好，就是这样子哈。等下这边你要从那个，就是从这边去点进到这个，或者你自己上网去找那个 Mermaid 的平台会找错哈，因为那个很多乱七八糟平台点进不知道怎么用，所以直接在这边点进去。啊，所以就这么简单，你只要挑对你的助理，只要挑对助理哈，这个。鸡犬升天，啊，所以挑助也很重要，啊，所以还给各位练习一下。3.5版不能用 GPT， 所以就是它4.0版开放之后，这个工具才让你可以用。所以按道理讲，可是我不知道它政策怎么有。我不知道他政策有没有改啊？他现在有少量让你免费用啊。对对对，所以基本上你现在一登进去哈，你只要第一次选说我要是用 GPT-CO， 他就基本上一开始让你用的都是 GPT-CO， 然后等你那个 quota 用超过了，啊，他就会跟你说你的 GPT-CO 的那个 quota 满了，然后要么就是明天再用。要么就是降为 3.5， 没有，反正没有关系啊。你现在有看到左边，那是可以解除的情况，这个是，那你要登录才能换，要登录。那个 GDS 好像也是要登录才能用，不能免费用。不是不能免费用，要不能免登录用，啊，都要登录。不登录就可以用 GPTS 吗？不行，可以吗？还是他又改了？那个早期这 GPT 是不能免登录的，后来。所以我们那时候都用现在 APP 来，对不对？然后后来那个 GPT-CO 出现之后呢，它就让你免，它的政策就开放，让你免登录就可以使用。好，所以它，不用登录就可以用 3.5， 对，不错。所以现在那个确实 APP 就移走，对，就变成说一下子就被抢走了。所以现在目前的政策啊，就是你有登录才能用 GPTS， 但是你不登录也可以用正常的 GPT 3.5，这样。啊，这政策什么时候会再改不知道，看下一个还有，有新的东西就会再上关。好，然后还有就是，它会根据他们的云端伺服器的这个负荷量。如果今天负荷量不大，
它的扣打会比较多，你可以用的比较少。那如果他今天哇，这个时间全世界人都在用，你的扣打就会变很少。啊，是这样子在处理。